咋吃的十五颜六色，拉出来都一个色？因为你的身体会给它们染色。咋染呢？你吃的食物会先通过食道来到胃里，胃酸会把食物分解成小块，食物的颜色也混在一起了。哎呀，这也不是那色儿啊！别急，这些食物会来到十二指肠继续消化。食物一来，隔壁的胆囊会放出胆汁帮助消化，胆汁里有一种黄色的胆红素，会挤进食物残渣里，让它们变黄。怎么看多像你穿的鸡？进入大肠后，是你叫胆红素啊？早就看你不顺眼了。肠道细菌会把黄色的胆红素变成棕色，屎的基本颜色就形成了。大师啊，这也太难看了，我能换个色儿吗？能啊，有的色素在人体内很难分解，这些食物一次吃太多，屎就会变色。火龙果的甜菜红素，红了。蓝莓的花青素，蓝了。蔬菜的叶绿素，现在你知道为啥？